好，我们看到了这几天呢，这个因为暴雨啊，结果呢让很多的车子都泡水了。专家也讲说，如果想要买旧车的话，千万别买到泡水车，先等它三五个月啊。再加上汽车买气最差的农历七月要来了，现在呢车商啊想尽了办法啊，这个把握这个农历七月来之前的这段买车潮办车展，希望用各项的优惠来吸引大家。车展上，十位火辣美女穿着两截式比基尼，在伸展台上性感走秀。其中这名正妹大眼睛纤瘦的身材，貌似艺人张韶涵。她正是张韶涵广告的大光替身，和所有 show girl 一起走台步。尽管在梅雨季节，她们仍接到不少车展 case。就是因为全台豪雨下个不停，处处淹水，各车商评估可能会有一波换车潮，眼看低买气的鬼月又即将到来，算准这段期间举办车展，推出各项优惠方案。购车的时候领牌燃料税牌照税是免费，那第二个优惠也就是说他购车啊，从40,000元到20,000元的不等的优惠方案。为了提升买气，车厂各出奇招，除了展现绚丽车款外，找来火辣正妹进店选拔，还有零利率、低头期、延长保护、配备升级等购车好康优惠，就要抢攻农历七月前这波购车旺季。中央新闻林孟章、陈雨柔台中采访报道。